今天是讲经最后一天，首先我们大家能够六天都在这里念普贤行愿品，这是非常殊胜的，也很有功德，不但利益自己，也利益新加坡以及无量的众生。这个普贤行愿品寄诵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起来。假如你今天要断气的话，那你就念这个吧，华严会上佛菩萨，念完以后呢，就念阿弥陀佛，就等西方三圣来接你。这是很殊胜的，所以我也知道在座有些莲友能够把它背起来，那是更好的。请看讲义第64页。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所以我先会把经文讲完，这样才对法是很尊重的，是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会教念佛，若有时间我还会教一首《弥勒日巴正道歌》，还有一堆的问题要回答。问题里面我会先回答跟《法华经》有关的，以及跟禅修有关的，其他的呢，我会尽量。各位很用心听闻佛法，所以很多问题是很好，请保持安静好吗？听经不要讲话，讲话就没有功德了，那是散乱心，你是听不到佛法的。各位问了很多问题，很好，表示很用心，不过我建议你问问题应该问跟这个讲座有关的，跟修行有关的。有些的问题呢，问的实在太遥远太遥远了，那因为大众的时间是很宝贵，所以有些问题我会单独处理。请看64页，人二，赞叹释迦牟尼佛，诵释迦章分二，鬼一，略诵上全时，为下文总辟作文分二，子一诵显时，请看109颂。释迦牟尼佛说，接着前昨天的偈颂继续说，我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为了要安隐一切众生的缘故，以种种的法门来宣示于无上的佛道。子二诵诗全110颂，我以了悟一切究竟真理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力量，也知道一切众生的本性、欲望、烦恼、习气，方便善巧说种种无量的佛法，让他都能够欢喜。再加上再看，请看幻灯片。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未能成什么，因为他生生世世精进第一。这张是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苦行的这个照片，你看佛陀为了成佛跟利益众生，他昼夜精进的，不眠不休啊！这个是菩提迦耶的树木木雕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佛身上的肋骨啊都出现了。他每天呢只吃一粒麦、一个麻，然后喝水。他在雪山苦行6年。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很感动流眼泪了。我觉得佛陀真的是不愧为佛陀，因为他生生是精进。各位，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精进过6个月或6个礼拜乃至于6天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做凡夫，这个我们得学习。接下来再看第64页第20行，声音可以开大一点点吗？好，我听不太到我的声音。好，谢谢。好，鬼二 OK， 谢谢。广诵上6义，为下文别辟作本，请看子一，诵5浊，为下见火譬喻作本。接下来他就讲5浊恶世，用了6道轮回如火轮一样做譬喻，请看111颂。释迦牟尼佛对舍利弗说，舍利弗，你应该知道，我以我佛眼来观一切6道众生。事实上佛呢，他在金刚经里讲，他有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以及佛眼，所以他5种眼呢，他都是圆通自在的，
他看到一个众生都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他见到六道众生啊，生生世世都很贫穷、困苦，没有福报，也没有智慧。再看112颂，在生死当中啊，就好像危险的道路一样，生生世世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相续不断的痛苦呢，是从来没有中断过。为什么呢？因为啊，下面请画起来，就是你深执着于五欲，你把五欲财色名食睡啊，就绑得紧紧的，就好像西藏的牦牛，牦牛爱自己的尾巴。你有没有看过小狗？小狗可爱的小狗呢，它喜欢自己尾巴，它就绕着自己尾巴一直跑，对不对？它就抓着自己的尾巴，它拿头要摇尾巴嘛，对不对？这个病名就是说，我们生生世世啊，就呢把五欲啊当做真的，而且呢永远都不放弃，所以我们觉得会很痛苦。接下来113颂，以贪爱然后蒙蔽自己，自己没有智慧而无所见，不能见到究竟的真理，也不愿意求大士佛。听好，这里的大士佛不是特别的一尊佛或什么叫做大如来，没有，说佛都有广大的力量可以救度众生。佛有大悲力，有智慧力，有怨恨力，所以这个地方寄送叫大士佛。然后呢，意思是说众生虽然很苦啊，但是他不会想要求佛而得到解脱，以及要知道断一切轮回痛苦的方法。114，而且呢很容易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外道的人或不好的恶友跟他讲东讲西，他就相信了。所以这里讲深入诸邪见啊，以苦啊欲舍苦，你本来以苦顿号又要想要舍弃苦，其实你是苦上加苦。为什么呢？因为你找错了邪见外道的师。是故释迦牟尼佛观到一切众生，从110颂到114颂，他就想，他生起了大悲心而流眼泪，他想救度众生。请看幻灯片，我最喜欢放这张六道轮回图，可能电视萤幕会比较清楚哈，抱歉这两边好像灯光的关系啊。六道轮回图，这是西藏的烫卡，你在西藏文物店可以买得到。假如你觉得师父我很懈怠怎么办，买一张六道轮回图贴在你的床头吧，每天警惕自己，我还要继续轮回吗？我们在天上住过，我们也在人间享福过，我们也堕入过地狱恶鬼畜生，每一个人都在六道轮回里面轮回过，连释迦牟尼佛也都说自己也在六道轮回里。六道轮回里面呢，你看每一个道里面呢有一尊佛，那个佛是什么？佛的千百亿化身。佛是不用住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所以他是住在超越六道轮回的净土，但是以他的大悲愿心，所以他会在天上、人间、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地方千百亿化身度众生。再看，这也是另外一张六道轮回图，所以西藏的寺庙里面都会画六道轮回图。那六道轮回图，你看最上面有一个很可怕的，哇，这样的，那是什么？你的我执。看下面一张比较清楚，我执，我执，所以让你轮回。好，那这六道轮回里面三善道，上面叫三善道，是因为种善因多，所以在三善道。所以在三善道里面呢，最好的是天上的兜率内院，弥勒菩萨现在住在那里。可是你若没有功德力的话，你还是看不到弥勒菩萨的。十方有无量的诸佛来到这个世间，也来供养，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再看下面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是什么？鸡鸭狗猫、畜生。畜生最可怜的就是什么？第一个被人家杀，对不对？为了繁殖，对不对？你看当下大雨的时候，你有家里可以住，畜生动物是没有地方住的。你不要以为动物园的动物都很快乐，下大雨来的时候它是没有地方躲的。
然后呢，假如你呢不信业力现前的话，你会看到，嘿嘿嘿，我来啦，那就是鬼道，跟你有缘的幽冥界众生。地狱道一般你比较不容易看到，除非你造了恶业，你的梦中才会现到呢，你掉到地狱里面去。所以三恶道的众生也要有缘才可以看得到。你看畜生道的众生很可怜，每天就是什么躲，怕人家杀，被人家屠宰，那对不对？大自然里面呢，大的吃小的，小的吃更小的，所以他一辈子都在恐惧跟不安里面生存着。再看恶鬼道的众生呢，因为业力的关系，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有中原超度法会，为什么会有蒙山施食，对不对？就是呢度这些幽冥界众生。那你说观世音菩萨文殊普贤怎么去度他？念咒或为他说法，解决他的恶业，让他投胎到天上或人间才来继续学习佛法。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很难三归一的，他必须业尽尽了以后投胎到人身，在天上或人间，或是遇到有三宝的地方，他才可以会有三归一的。所以地狱恶鬼畜生完全是由恶业的猛火呢，使昼夜的折磨他，这从哪里造啊？自己造的。以一杯水为例子，唯心所变，唯事所现，我把它按出来，这是补充资料。我们天人呢，比如说我们先上桌上有一杯水，以天人的角度他看到的是甘露，可是以人呢就看到普通的水。可是畜生呢，比方鱼来说，水就是他的家，他到处游，他觉得水就是他的家，他也不分大河水或河水或是海水，反正有水的地方就是他的家。第四，在恶鬼道来看到的水呢，就是呢非常污垢的脓血。所以在七月超度的时候，为什么放蒙山施食的时候晚上不可以喝水？原因就是你若倒水的话，那恶鬼来的时候会看到庙里面全部都是呢污垢的脓血。所以蒙山施食的时候，在吃晚餐药食的时候还喝水，可是法会一开始的时候，在家出家是要全部把水拿开，这点要特别注意，这是事实。否则你虽然招这个所谓普招请真言，所有的幽冥界众生都招来了，可是他看到桌上有水的话，他会觉得大殿的通通都是污垢的脓血，他是不敢进去的，这是他的业所现。第五个，地狱道的众生所看到的是像什么呢？沸腾的热水会伤害他们的。所以是同样一杯水，为什么有人看的是甘露，有人看到了是他的家，有些看到的是脓血？这就是众生的业感受不同，对不对？再看下面，那贪嗔痴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为什么我们会受这么多苦？就是我们有贪嗔痴。看这张图，鸡代表贪，你看那个养的鸡咕咕咕咕咕咕，对不对？看到什么都吃。嗔是什么？舍。愚痴是猪，所以学佛要控制自己的贪嗔痴。不管你学多少的经论，假如你脾气还很大的话，小心来生会变蛇，这是真的。因为你的嗔心非常重啊，所以学佛你说最大的功效就是改变自己，转变自己的贪嗔痴。那假如学佛当中你又不听闻佛法，糊里糊涂，不相信因果，那来生呢就做猪，而且是越肥的猪就越容易被人家宰，对不对？所以你看中间贪嗔痴是他三毒的烦恼，对不对？然后左边一半是白叶，后面右边一半是黑叶。我们造的叶呢，叶多的话就在三善道，白叶多；恶叶多的话就在地狱恶鬼畜生多。所以我们一生其实人生很短，最多给你活七八十年，一投胎转世你要问你自己，你会去哪里呢？各位，今天晚上又有一个作业，现在若断气的话，请问你会去哪里呢？写下来，你问问自己，你有把握去西方极乐世界吗？还是你觉得，哎呀，可能我来生会做人吧，我还会遇到佛法僧吧？还是你一断气以后呢，你想，哎呀，我一定是呢
最肥的那个猪公就是我。所以再看六道轮回的启示，六道轮回的启示很深的，它不单单指身体的轮回，我们在天上住过，我们也当过天上的天王，我们也当过帅哥美女过，我们也在人间做过，我们也做过鸡鸭狗猫，可是这一生一死一死一生啊，震撼力太大了，我们常常都忘记了。佛陀说，我们为自己的亲人所流的眼泪啊，像四大海水一般。我们一生一死这轮回投胎转世的骨头，假如不火化把它堆起来的话，是等于须弥山这么高，须弥山是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的，可是我们都忘记了。这就是身体轮回的痛苦，第一类。第二个，有些人他虽然很福报，长得很壮壮的，可是烦恼很多，就像现在讲的忧郁症，精神的轮回，执着于什么呢？神通、感应、灵媒，动不动呢就看到鬼，动不动呢就觉得人家要害我，其实是一个鬼都没有，他总觉得有人要害他，这个就叫做精神痛苦的轮回。第三类呢，最难最难是我们要超越的心念的轮回。或许在座各位莲友，你很有善根，投胎了人生，你也作为佛弟子修行了，你听到佛法，你也不会执着神通感应跟灵媒，很好。但是最难的是什么？你无法超越自己的烦恼、恶习与恶念，这个就要真的很勇猛，很勇猛的常常忏悔，常常精进的诵经、念佛、打坐，你要真正很用功，很用功，你才能够超越你的心念。可能呢，上根性的人要20年，中根性的要30年，下根性的是你要念一部经念50年，你才会消除你的恶念。所以要非常非常的精进，绝对不是呢像一般人家讲，哦，来啊，念念大悲咒3遍，心经3遍，结这个缘。对，观世音菩萨也有说，你若这样念的话，你只是结未来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成佛的因而已，但你要今生啊出轮回是很难的。所以你要真的很精进，所以才能够超越自己心念的轮回。再看下面幻灯片，最后我要供养大家，了解了这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看一切的众生起大悲心而度众生，请看幻灯片。而我们呢，也真正了解轮回的痛苦，那我要供养你几个法语。第一个，绝对不要再造恶因， Not doing bad cause，一定要严守五戒十善，你宁愿舍掉生命都不要去造恶业。尤其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你虽然学佛，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但要提醒你的小孩不要去做什么，去做交上坏朋友、吸毒的、做色情的，还有进入黑道的。我再讲一遍，吸毒的、色情的跟黑道的，若进了这个，我告诉你，你连求我都没有用，因为那个业是很可怕、很深的，是很难很难透过念几部经就可以改的，那要生生世世的忏悔都很难。因为这三种恶业不但害自己，也害无量无边的众生。第二个，要常造善因跟善缘， Generating good cause and condition。 我们来了人间很可贵，就是我们可以做功德，可以修行，可以做善事，所以不要空过你的生命，不要浪费你的光阴。第三个，遇到障碍的时候要常发大悲愿心， Taking the great compassionate vows continuously。 Continuously 就是要常常发，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发广大的愿。我前面说过发愿很重要，你不要觉得说，哦，我发愿现在做不到就发，不发那叫断见。那你发了又故意嘴巴发又不做，那样子也不好，应该要中道，要常常发愿，然后尽心尽力去做多少就做多少，你的愿会引导你来世会有很好的善果。遇到诸佛菩萨，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所以你的愿望做不完没有关系，来生会有更多的
因缘去做。所以从迷惑的角度来讲，轮回很苦，因为轮回它就要受苦啊，一投胎就要生老病死啊，要工作啊，要成家立业啊，要养子儿女啊，那是指你迷惑的人。可是在一个觉悟的人，有善根的人，因为有轮回，所以他更高兴。为什么？我无有穷尽的生命，就有无有穷尽的空间啊，我今生做不完的功德，我来生还可以做啊，我今生做不完的结不完的莲友，我来生还有更多的莲友，所以他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他是充满着希望的。所以轮回对于菩萨来讲是非常好的，因为有无有穷尽的轮回，所以他有机会满他的大悲愿心。讲到深一点，轮回也是空性的，也是你自己心显现的。所以当你成佛的时候呢，连轮回也了不可得的。第四个，无有穷尽的生生世世要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去行菩萨道， engaging into the endless bodhisattva path， 就真正去做 engage。 它不是嘴巴讲，佛弟子假如你坐在这边，哦，我发愿要度一切众生成佛，很好，这叫愿菩提心。可是你这发了这个愿，你没有做，那你不会产生功德的。你要发了愿以后，尽心尽力的去做，行六度波罗蜜，才是所谓的菩萨行。有一个老菩萨说，师父，我受了菩萨戒，可是我没有办法过午不食，那怎么办？没有关系，那你的因缘就这样嘛，你不要太执着，不要太挂碍，你能做的就尽量做。其实在受菩萨戒里面并没有延迟要你真正过午不食，真正受菩萨戒是你有没有菩提心，发愿救度众生。而在受戒的时候，或许在香港、新加坡或台湾，因为你受戒的因缘很短嘛，他就建议你说，那为了让你心很清净，所以那这段时间就鼓励你像八关斋戒一样，让你过午不食。可是过午不食是八关斋戒的这个要求，而不是菩萨戒的要求。菩萨戒是真正希望你能够做到呢，六斋日或十斋日能够做善法，利益众生。所以有一位老菩萨很执着，我觉得不需要这样，你的体力没有办法，你的胃肠没办法，那就不要去执着，你一样还是有菩提心的功德的。好，接下来再看六十五页第十八行，子二，诵诗方便化，为下舍机用车辟作本。请你看英文，这是古汉文，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一条一条念了。再看分二，丑一，念用大乘你不得。分三，淫一，名用大你疑。请看一百一十五颂，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当我在菩提迦耶成佛的时候，我看到菩提树，我也惊醒，我在成佛的三十七天当中啊，思维一桩事，思维什么事呢？我所得到的无量无边啊，成佛的一切种子的智慧是非常微妙殊胜，也第一的，众生是很难够理解的。接下来看淫二，名众生无机，一百一十六颂。那佛呢，用大悲心跟神通观一切地球的众生，他觉得众生的根性都非常的愚钝，执着乳欲的快乐，你看又执着了，你看这个部经有出多少个执着，可见修行要断我们的执着，执着各种乳欲的快乐，顿号，非常的愚痴而且盲目，这样的众生呢，我怎么能够度他呢？所以佛事实上成佛的时候，他是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三十七天，在菩提迦耶，请看幻灯片，佛成佛的时候，他是在贤劫千佛成佛的菩提迦耶，他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他并没有开始度人间的众生，而是度呢过去无量无边他方世界所有跟华严经有缘的大菩萨天龙八部，就算是人间的众生呢，都是多生多劫修的善根的人才会喜欢华严经。后来他二十一天讲完以后，才开始为众生呢讲其他的经论，请看
66页第六行，银山名念欲习化，念就是他动个念头想要度众生，可是呢他又告诉自己算了，众生很难度的，我不想转法轮。这时候117颂第四天大梵天王以及四大天王以及大自在天，这些有很多都是菩萨化身的，在天上他们有神通，他看到佛已经在地球的南瞻部洲已经成佛了，所以他非常的欢喜，就来请佛转法轮。请看118，并于诸天天龙八部眷属百千万亿恭敬合掌，来顶礼释迦牟尼佛，请我转无上的微妙法轮。119，这时候我释迦牟尼佛就思维说，假如我只是讲成佛的法门，众生是听不到的，因为他不相信，太高了，太深了，太遥远了，众生没在痛苦里面呢，他的烦恼那么出众，他是不相信啊成佛的法门的。不能信是法，这里的是法是指一生成佛的法门，一佛成。最后呢120颂，佛又思维，假如我讲佛法他又不相信，又跟我辩论，甚至破坏佛教，破法而不信的话，那我怜悯他，他会堕落到三恶道的，所以我宁愿呢就不要说法，干脆我就进入涅槃。这是佛陀本来他内心里想的话，可是佛啊一直到法华会上啊才讲出真话，他内心里的想法。请看，这是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师的般若会上佛菩萨，这个大殿我觉得建得非常庄严。为什么？因为它是以般若经建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右边留胡子的是第四天，左边戴宝冠的是大梵天王。所以建寺庙啊，建佛像要常常根据经论。很多道场像我昨天说，过去佛、现在佛跟未来佛这样建法，在新加坡我就没有看到，表示呢新加坡人呢，嘿，他有他自己依据不同的经论，一般都是供释迦、药师以及弥陀，那是中国唐朝以后的，不同的经典有不同的表法。所以今天这个主办单位弘法部主任跟秘书长很高兴地跟我说，他终于供了文殊跟普贤在这边了，很好，哎，掌声鼓励一下，随喜他的功德。他希望所有的莲友能够来的时候也可以顶礼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跟大恨普贤菩萨，中间是没关系，是汉白玉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就是华严三圣，好，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好，再看下面幻灯片，那大梵天王呢就拿法轮来请佛讲经说法，这个法轮是非常殊胜，是孟参老和尚送我的，他现在94岁，在中国五台山，啊，他是民国时代的一代高僧，近代的高僧，他亲近过4个善知识，所以到现在94岁他还活着，他花了3年半的时间把《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华严全部讲完了，然后那将来呢会在应该是海涛法师的电视台或是指佛陀教育基金的网站部分慢慢的整理会上网的，所以你可以上佛陀教育基金的网站应该会看得到。所以他讲完以后台湾的弟子请他来，所以呢那时候多年前我去找五台山有2次，第二次我去的时候呢我要走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新弘师啊，你的行李多不多？我看他满这么多佛像，我心里想师父不多不多不多，然后呢他看了半天，然后就拿了一个法轮送我，他说这是我供养很多年的法轮，我供养你，希望你广度众生，法轮常转。我很感恩一个老人家对我这样的鼓励跟护念，所以这个法轮是非常庄严，里面也装藏，就供在我桑耶金舍的佛堂。所以同时你要知道，当时大梵天王也是拿着金色的法轮去请释迦牟尼佛弘法，而第四天呢拿白色的法螺请佛讲经说法。法螺是在西藏佛教比较常用，事实上法螺是什么，它吹的时候有音乐，就像号角一样，代表佛的这个呢法音可以遍满法界。所以你看最后佛陀就慈悲的允许说法，看这张壁画就是西藏的壁画，右下角跟左下角就一个拿法轮一个拿法螺，就是
大梵天王跟帝释天，还有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拿香花灯果烛天人来请佛讲经说法。所以真正他们是非常的虔诚有福报的，所以佛当然就为他说法了。接下来再看66页第28行丑二，念同诸佛用三乘，称一可得分二，盈一名化得分四，卯一名三乘拟仪。请看121，当佛接受大梵天王跟帝释天的所有的讲经说行转法轮，佛答应以后，佛第一个先想，佛用甚深的智慧在121颂，他想他思念过去现在的诸佛怎么度众生呢，他都用了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所以我本来不要讲经说法的，可是现在人来请法，那我就一定要讲经，所以我今天就开始为众生先讲三乘法，声闻缘觉跟菩萨。再看67页，乘一卯二名有小鸡分二，乘一名诸佛叹。请看122，这时候当他一思维真正想要利益众生的时候，当他在想的那一刹那，十方诸佛都现前了，用微妙的梵音赞叹释迦牟尼佛，叫梵音未遇我，善哉释迦文娑婆大导师，就赞叹释迦牟尼佛，你太了不起太了不起太了不起，连我们都不敢去五浊恶世度的众生啊，你却敢去度，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很难度的，其他世界的众生呢，大部分都很有善根，对不对？佛一讲他就接受，很多呢多生多劫修行，只有我们娑婆世界是所有呢五浊恶世里劫浊见浊烦恼浊命浊众生浊当中是很难度的，刚强难化，可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悲愿心啊，却来我们这个地球示现成佛。那未来呢，你们拜88佛里面有35佛跟53佛，为什么拜88佛忏罪力最大呢？因为88佛里面有一些的佛啊，就发愿将来就是在娑婆世界成佛，地藏菩萨也发愿在将来娑婆世界成佛，因为我们这边的众生太难度了，大家都修不动明明皇法，如如不动拉也拉不动的，对不对？都是三天晒网一天打鱼的，对不对？啊，有困难的时候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困难解决了呢，观音弥陀就通通丢掉了。所以请看123颂，第一之导师啊，得是无上微妙的佛法，随着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都用各种的善巧方便要广度众生。124，我等亦皆是，我释迦牟尼佛也得到一切诸佛最微妙殊胜的佛法，但是为了众生怜悯众生善巧方便度众生，所以说三乘的佛法。125，可是啊，少智乐小法，很多的众生是什么，喜很没有智慧，喜欢小的东西，你跟他讲要修戒定慧来持戒诵经念佛，他觉得他不喜欢，可是你要跟他讲神通讲感应，对不对？讲通灵，哦，他就跑很快，这就是众生没有善根，对不对？这叫乐小法。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就算你去找神道教他帮你通灵，最大以后很多东西最后他也是叫你劝好事，做你劝好心存好心做好事多做功德，就是这样，他没办法讲出一个就近解决的方法。可是佛不同，佛会告诉你过去现在未来的，所以我说佛教徒有很多要学的，从南传佛教里面你起码要学四圣谛十二因缘，大乘佛法你要学大乘跟南传的桥梁，要学37道品六，接下来学大乘的六度波罗蜜，学十地，还要学止跟观啊，这样子才能成佛的，对不对？所以众生看这里125颂，他没有智慧，喜欢小的东西小小的感应，然后呢不自信做佛，不相信自己有成佛，总是外面去求别人。前几天我不是放了那个念念不忘吗，你不知道求佛就是求自己啊，对不对？哪里是佛，你的自心就有佛性嘛。
所以佛陀以各种善巧方便说不同的各种修行的结果，虽然说三乘法，但是佛啊真正要来人间是讲教菩萨道的。请看幻灯片，菩萨道是很重要，我又把它标红色，因为菩萨道是生生世世的，它胜过于基督教、天主教跟回教其他的宗教，这个才是佛法它殊胜的地方。佛本来就一开始想讲大乘法，讲六度波罗蜜，可是有些众生不接受，所以他只好先讲南传的这个声闻的四圣地跟十二因缘。好，请看下面的幻灯片，这一段里面我选几张幻片，所以十方佛皆现，梵音未遇我。释迦牟尼佛在定中的时候也见到了十方诸佛都现前，而且十方诸佛都放光加持释迦牟尼佛，也赞叹释迦牟尼佛。同样的，若我们好好修妙法莲华经，修大乘的念佛三昧，你在定中也可以见到十方佛的，不过呢，只要非常非常的勇猛精进。再看下面乘二六十七页第三十二行，名释迦顺酬顺126颂，佛又对着舍利佛说，舍利佛当至，我闻到成佛的圣狮子，圣狮子就是说一切的尊贵的佛像狮子吼一样，他讲经说法的时候就像清净的微妙法音，所以让一切的众生都喜欢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这里因为偈颂的关系只讲南无佛，其实它是讲三归一的意思，南无佛陀耶，南无达，南无布达雅，南无达玛雅，南无桑伽雅，就是指皈依佛法僧的意思。再看翻过来68页127颂，复作如是念，我出在五浊恶世之间，我也要像诸佛一样所说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然后呢尽心尽力的随顺一切菩萨的六度万行来广度众生。这就是说明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功德很大。再看卯三名师化128颂，当他思维如是以后，他就到即去波罗奈，波罗奈呢就是现在的 Varanasi， 正确的地点叫 Sarnatha。他了解诸法即灭相是不可以语言宣说的，但是他现在开始初转法轮，以方便力先对五比丘讲经说法。请看幻灯片，我为了这个讲经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哈。这是西藏的壁画，看刚开始五比丘的时候呢是看不起佛陀的，佛本来在泥莲长河，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天呢他觉悟到这样苦行啊是不能成佛的，后来呢他就接受牧羊女的供养，结果这个五个人就看到，哎呀佛破戒了，这个人没有修行，他吃东西了，因为在印度教有一种是完全不吃东西，苦行外道，那他觉得佛啊放弃了修行啊，结果呢就吃了喝了你的牛奶，喝了牛奶以后这五个人就看不起佛陀就离开了。佛陀呢就到了泥莲长河洗澡，洗完澡了以后他就往菩提迦耶的方向走，大概离开15分钟而已，我去过。然后佛就坐在菩提迦耶树下说，若我不成佛我绝对不起来。结果佛成佛以后，大地六面震动，佛相好庄严放光，这时候啊那五个人就看到，哎呀我们误会的 Gautama Siddhartha， 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应该是成佛了，因为他看到他非常的高兴，所以后来佛呢第一个就再回去走回去度那五个人。这张图片请看一下图片，这张图片就是佛走向那五个人，那五个人因为佛的这个功德力摄受，佛放金光，所以非常的欢喜，一个人就帮他铺法座，一个人呢就帮他擦东西，一个人呢就顶礼佛陀，一个人拿佛、拿水供养佛陀，一个人拿毛巾给佛陀擦汗，就说佛陀我们很欢喜你，我想你一定有特殊的修持的觉悟或者正受，你可不为我们来说法。这就是五个比丘还没有剃头之前为佛忏悔，说他过去呢看不起佛陀。接下来佛呢就为他说法，就看在路远缘 Sarnatha 初转法轮的地方，这也是佛八大圣地之一，
在这里也有很多的天龙八部、诸佛菩萨跟天人围绕，因为这个也是佛讲经说法的坛城。这是鹿苑院，所以有机会的话，您去了印度不要错过这个地方。因此后来在西藏寺庙的建筑里面，屋顶就一定有初转法轮的象征，就是一个法轮两只鹿跪在那里，叫鹿苑院。好，我们现在很多大乘的门啊，不一定有建这个，可是西藏的寺庙一进入门口或是在寺庙的屋顶啊，一定都是建这个佛初转法轮的象征。所以这个经文就写在《法华经》里面。接下来再看68页第20行，卯巳名受行误入129。后来佛转法轮，是名转法轮，就开始讲四圣地苦集灭道，因此有让所有众生证入到阿罗汉果涅槃的法音，以及有阿罗汉果的圣人，因此有佛、有法、有僧，所以佛法僧三宝才正式在世间住世，这个叫常住三宝，就是形象的常住三宝。好，接下来再看银二释疑130颂，佛说我从久远劫来就赞叹呢涅槃法。这里的涅槃有两个意思，小乘的叫做有余涅槃，证阿罗汉果，大乘的叫无余涅槃，是指成就无上佛果。那这涅槃法都包含这两个意思。那当然你要先从有余涅槃的道次第苦集灭道去修，所以叫做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所以前几天我讲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间，什么事呢？最简单简单简单的回答，解决生老病死痛苦的这桩事。接下来再看69页，子三送显时为下等次大车譬喻，为看131颂，佛又对舍利弗说：舍利弗当知，我见佛子有无量无边，这里的佛子是指菩萨，发愿要求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成佛之道有无量千万亿。所以告诉各位，事实上修行的人有数如恒河沙这么多，不单单只有地球的人，也不是只有你新加坡人在修行，在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人都在修行。所以要谦卑一点，不要这么骄慢，你不要认为你修得很好，所有的人无量无边恒河沙数修持的菩萨道呢，是像恒河沙这么多。天上的人也有很多人在修行，33天乘以28层天，就很多很多人在修行。不但是新加坡有修行，对不对？欧洲、美国、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佛弟子。不但是你眼睛看到的三度空间，还有你看不到的空间，都有人在修行，了解吗？所以事实上有无量的这个无量千万亿的佛弟子都在修行的。132，贤以恭敬心皆来至佛所，他们到佛之前呢，都要很恭敬的心来亲闻佛法，从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闻到甚深的佛法以后，善巧方便所说的法以后，他就要真正的用功去修持。133，我释迦牟尼佛也做如是的正念，如来之所以会出现于世间，是为了告诉一切众生，你有佛性，你可以成佛，说佛成佛的智慧故。所以他说今正是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间说什么呢？说妙法莲华经。接下来再看134，舍利弗当知，只有那种钝根的智慧很小的，喜欢小的神通感应的这些人啊，是不能相信大乘佛法跟殊胜的佛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着相，什么东西都很着相，而且很骄慢，所以他不能信是法。这里的是法就是指妙法莲华经成佛的法门。135，可是我今天呢，因为舍利弗三次的祈请跟与会无量大众的祈请，我非常的欢喜，没有各种部位，
对于所有的大菩萨的法会当中，下面两句话写画起来：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也是《法华经》常常被引用的。正直就是佛的心很正直，佛讲经的时候可以降魔，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或无量世界，佛呢心都非常正大光明。舍方便就是舍弃那些弯弯曲曲的路，直接说什么呢？一乘无上成佛之道。这个也是《法华经》的殊胜跟功德。接下来再看136，所以与会的无量大菩萨听到这个是法的时候，他的怀疑啊，像网子一样就消除了，乃至于在场的1200阿罗汉也被佛受记了，而一定会成佛。一般佛在讲大乘经论的时候，只为菩萨受记，可是《法华经》很特别，不但为菩萨受记，也为声闻成菩萨、声闻、缘觉也都受记，所以跟佛一生的这个1200人的阿罗汉呢，全部呢佛都一个一个为他受记，都一定会成佛，这是非常殊胜的。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我找到了这张很棒的佛讲法华经，前面三个跪着是声闻众，两边是菩萨众，看到了吗？就是佛讲法华经的时候，表示声闻成可以成佛，菩萨成也可以成佛。可是在南传佛教里，声闻成最多只能做阿罗汉，他没有说他可以成佛的。可是在大乘里面说声闻跟菩萨都可以成佛。不但如此，后面龙女成佛，龙女8岁的小朋友真正修妙法莲华经也能成佛，乃至于一禅提，一禅提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呢坏坏坏到完全没救了，他也会成佛，只要他肯念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要建议各位不要轻视任何人，不要轻视任何的族群，也不要轻视任何的种族，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你现在觉得你学佛了，你看不起他，来生呢他遇到弥勒菩萨的时候登记了，他比你先成佛的，知道吗？那时候你有神通的时候，你看到说，哎呀，原来我过去最瞧不起的那个，他竟然登记了成就上品上身的佛了，大菩萨，八地不动地菩萨。所以读这个经要去体会，你对一切的众生都要生平等心，所以礼敬诸佛很重要。也有一个老菩萨就问师父，我们对人家礼敬，可是有些老菩萨说我们对他礼敬呢他无福消受。不是这么讲，礼敬没有叫你去拜他，礼敬是叫你的心恭敬他，他有佛性。严格说，我告诉你，一切众生都可以礼敬的，